对，我也懒得用 B 计划，我们到时候会以口令的方式，去执行。那最后就是 PL3 以南的，比较属于稻田的区域。那稻田区域有分几个小村庄，那小几个小村庄稍微留意一下这样子。那我们等下几个分组哦，一样就是以一颜样色干。那为，OK。什么颜色跳掉啊？操！有皮皮虾，好像只要有人加进来就会跳。还是我已经加离换小成队，小队啊？换成小小我已经队这样子。离小队说，我刚刚记得是这样子。李长博，大家。那天如果你要的话，另外拉小队在地图上就不要，没关系。OK。我是昨天叛军的。我在考验我的记性。好，上个厕所。我们今天是 America 那么嘛？像个厕所就变僵尸了。好嘞，那等下几个分组哦。那个男主因为女仆有带那个工兵装备，所以男主等下会是我们的那个类似尖兵小组长，我们要开在前面，在我们非交战、非热区交战的时候要开在前面，帮我们引导一下，是不是有一些陷阱之类的。那因为有两位新同仁，那个 Kevin 跟我要怎么称呼你，Len 吗？篮球，就是篮球吗？篮球，我有一把。是篮球吗？对，篮对，球，他说对篮啊，球，好，大家都知道了是哈。懒觉，不要这样子。Sorry。然后，那个因为有两位新同仁，所以女仆带队之外，有阿 Q，那个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帮忙。如果女仆在忙的时候有什么问题，你就问阿 Q 好不好？ARQ 那个阿 Q。那红组嘞，就是都是比较资深的同仁，红组也会开一台车。那负责就是打击的部分。假如说如果，等一下我会再讲到我们的 SOP。那红组就是负责打击啊。那再来就是白组，白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后勤组、支援组。我们有那个两台步步，一个货车，一个最重要的通信车要开。好，那再讲一下我们的 SOP 哦。等一下，因为是车队的任务，所以我们有重要的车要保护。那任务有规定哦，我们那个指挥官有规定哦，因为这边是住民地，所以我们的时速不能超过20公里，不为什能么要超在过这二十公里，就是尽量啦，就是尽可能超过，不要超过20公里这样子。所以你的里？按键会一直按，不是重点，反正我们等下 SOP 就是，如果接敌了，就不要停，继续前进，除非我讲停再停，好不好？那假设如果很不幸的有一辆车被打爆了，不管是前车、中车还是后车，旁边的车子一律继续前进，好不好？前进到一个比较安全的点的时候，我们再组织一个救援，去回去救人，或者是继续前进，看情况。主要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护我们的高价值的货物哦，离开这个现场，要离开那个火区，好不好？不要那个一着急火就开始乱窜。我们有车队，有没有机枪可以编织我们的火网？火网就是我们的掩护，OK 吗？那再来就是，假设如果你真的被打爆了，你很幸运的没有死，或者是你车瘫痪了，很幸运没有死，你就是在那边想办法撑久一点，我们就会有人去救你，不要哀哀叫，好不好？大家这样，你不会了吗？我来了，怎么了？请说。那个男主哦，男主麻烦你，阿 Q 会帮你。OK，他会帮我什么？就是因为有两位新同仁啊，Kevin，然后淡定是那个篮球，不是？篮球。啊，篮球会玩医疗兵吗？应会该会。OK。这次。哎，怎么了？都会玩医疗。给了一个装填哦。那个阿 Q 可以帮我多带一些，等一下帮我多准备一些烟雾弹到车上。烟雾弹，对，好。烟雾弹，我看猜一地下。雷的时候可能会需要。OK，那个男主二瓶，红主三瓶，哎，好吧。看一下。问一下，哎，杨我们这弟，边杨弟。杨弟。杨弟跑过去了，自己去找他。铁兵使命。好，迪迦。哎，这样的话我要带148。对，我刚按到。红主二品，这是。快点啊，史密斯！杨弟，我要多带一点那个男烟主雾流三弹。品嘛，
男主三瓶，对。好，郭老师，你妈背后背着一个大屌包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男主开哪一台？没事啊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那个开那台好不好？你这样比较动比较快。哪一台？那个防爆车啊，那个、哦、好不是防。第二台。对 ，JLTV。MP 红主还跟你领车了。红主开那个 Max Pro。抱歉，你说什么？啊，红主开那个 Max Pro。这台那个六轮的。一把种子。好。蓝主。红主开六轮的，啊，蓝主开那个四轮的。啊。大内，这是什么组的？稍等，回答。红主是二瓶，蓝主是三瓶，剩下的都。啊，你待在一起。那个 boy， 你跟我，你要跟我开后面这台。然后那个石头，你带着那个阿雪开你的那个右边。好，不要接地图上。两队普通兵，谁加我？哎呀 ，Q， 你掉掉掉掉了啊！你队伍掉掉了。哦，刚刚已经按了好几次。所以是他右边这台，我现在装备的这一台。哦，哎，蛮帅的。那个，啊，一五二我带好，然后这东西，等一下篮球，你先跟紧阿 Q 哈，阿 Q 会跟紧我，还有 Kevin 也会跟紧我，就你是跟阿 Q 一组，如果阿 Q 发生什么事情，就跟我说。那你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不确定阿 Q 会不会跟我说，所以对，毕竟你要多强，他可能因为怕会吵到，他可能怕会吵到家人，所以不跟我说。重要的我一定会说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哎呀，你们有人需要机枪弹药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把它从车子上面拿下来吧。猎到 OK， 上车吧。然后那个谁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在家呢。啊，不是阿 Q。嗯 ，Kevin 是男主嘛？我有在睡你啊。对。无线电三瓶，等一下帮我抄炮手，可以吗？那你刚漂移过去。哦好。马歇尔，那个阿切尔抓你的。你准备好之后就上车。三瓶测试。哎，然后那个 Kevin 帮我带一些白色烟雾。去上一下那个六轮的。你找我。你现在转红色。OK， go。因为我等一下拆地雷，我可能会需要烟雾掩护。你是说？ Okay。你是说阿切找我吗？对，阿切转红色。他说。这一次男主那个无线电测试有收到吗？杨迪收，我以为转你的。OK， 收到。杨迪老大，那个，等一下，如果前车遭遇炸药或是发生什么事，要怎么处理？绕过继续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了解。三十三三品吧，对不对？对，三品。对。为什么我的没有反应？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啊！你看一下你的无线电有没有带在身上，再检查一次。有啊有啊。那有调三品。我的测试。各单位上厕所喝水五分钟。没东西。没事，我听到了，听到了。Okay。 我这边没听到哎，再一次。Kevin 测试。干，我没听到哎。完了，我有。我重新拿一个。没有，应该是我的问题，我重放就好。Warrior 有听到我的那个吗？有啊有啊。哦，那应该是没有。陈正山套件可以给我。EP 那个 C
三瓶无限电瓶到测试。要 EP1 才要，可 EP1 就没有那个。Kevin 有说遥控炮塔了。有啊有有有，我有收到。篮球嘞，篮球嘞，没有。这是有 P3 吗？篮球无限电三瓶。三啦，游戏我抽到 P3 了。稍等一下。好。压住左边的 Ctrl， 然后按右边的上下键，有没有？它可以调频。应该是 B2 也有啊。B2 有 Task。B2 他没有给 Task 特键啊。啊，他原来是这样。有的都给。有，收到。非常清楚。OK。好。等一下，那个 Warrior， 帮我跟紧 Kevin 哦，帮我带那个 Kevin 出了什么事，你就跟我说。OK。啊，那个 Kevin Warrior 如果出了什么事，你也就跟我说。看你要不要换。你们两个互相跟紧，但不要绕圈圈哦。那个遥控炮。来点花 SPV 加。啊，我们这一组的任务很简单，保护我，保护我去做任何事情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因为我是工兵。好。好的。再讲一次测试了，等一下是男主女仆先，好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剑虾，剑虾后面跟着我们的通讯车，通讯车后面跟着六轮甲，开车直接通过，我们卡车就是我们最后一个，我第一个的意思。男体五装兵，加，男体五装兵，二，哦，总算你去找红组，地图总没看过，红组几车？新功能，红组是六轮。可是这样话不会两个一条没有。这是男主回报，所以我先开到一车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就没有先换。兄弟，我拿一个组。啊？我拿一个组。什么东西？你就是白组啊！等一下就白组。OK 啊，那个声音真的好大。看一下哦，坐我副驾驶坐的是 Warrior。对对。我如果倒地的话，帮我先接管，然后他们老大的一窝在我身上啊，老大的三支战魂是一瓶 ，OK， 你可能直接转一瓶刚刚呼，然后帮我仔细看着路面有没有像疑似炸药的东西，道路上可能会有炸药，对，然后我们的任务是护送那个车子移动到最南端，哇哇哇，有没有大概形容一下炸药大概像什么样子？就是路上突然一堆那个什么垃圾，什么，然后或者是圆盘状的东西、长方形状的东西，总而言之，它不该出现在路上的话，就要减速。OK， 我们要护送是最后面那一台吗？货柜车。哎，可能打开是钢铁人的装备之类的。不是啊，我们要护送的是坦克后面那一台通讯车啦。对啊，货柜车不是吗？通讯那台是货柜车。对啊，最后面那台货柜车。哦，对，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维修卡车。好，然后如果东西爆掉了，我这样讲不行。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，我们车子上还有工具包。我还有多留一个拆弹工具。浪费我三四个小时。还有铲子。先丢一些炸药在车上，然后改带工具包。不是 T， 我们三四三有分别。你们身上谁背包还有空间吗 ？OK， 明白。GLTV 有两台，看一下，可以帮我带一个工具包在身上吗？当我的助手。就跟你要扳手，要螺丝起子这样。好，我带。啊，帮我顺便带一颗炸药与防蚊液，因为有一些炸药我们可能用右爆的方式处理。那个炮手注意，点五零也可以右爆那个炸药，只要打在他那个点上就可以了。再说一次，那个外面那台坦克真的很吵。来，无线电测试有收到吗，炮手？有收到。那个点五零也可以右爆炸药。现在有一个要打在炸药上面，它就会爆炸。你要打准。我们真的是满的，我东西没办法做交换。我身上还有没关系，等一下用完再说。我们最后一车，有需要的话，我身上还有两颗燃烧弹在我背包。OK。OK， 你看一下你身上那个 Warrior。对。不是 Warrior， 不好意思。阿 Q， 你看一下我车上，我容纳出一些空间了。车上。然后那个阿 Q 跟 Warrior 不对，
我看啊，你们谁是机枪兵啊？阿 Q 啊？我是步枪。帮我再背一款 AT。雷弹。Warrior 是机枪嘛？对不对？对对对。OK。哇。那、啊、Warrior， 你射完记得就从车上把那个机枪弹药补完，补给。位置还是不大够哎、欸。哦，可以啊。位置不大够，谁带红外线闪明器啊？啊，麻烦女仆车队出发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收到，这里是女仆出发，有速线吗？好、哦，不好意思，错屏。这一次男主收到出发，询问有速线吗？任务提示限制我们20公里。收到20公里。底下刚说。20公里是我们现在的速度哦。走。那假如说如果有需要破障的，麻烦有可以绕过的话，女仆麻烦带我们绕过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你就破障。不行的话，你就先清开，让那个Ghost处理。OK， 收到。啊，如果是疑似爆裂物呢？可以绕过就绕过，没办法绕过我们就破障。了解。遭到攻击也是速限20吗？对，一样。然后那个篮球跟你说一下哈，如果在车上的话，医疗兵的任务是，如果有人受伤，你直接在车上帮他们医疗。你那个互动间知道怎么按哈？马修也帮我 hold 一下，我去厕所。还有像是尤其是炮手，他很容易被打到瘫掉。如果他没回应的话，或者是你。按那个第三人称，你看他倒在炮手上的话，就赶快帮他先做医疗。好的，报告。但注意那个指挥官站里，目前有我接。他会显示在那个无线、那個。OK， 然后所有人再帮我把颜色调回去。那个最后篮球跟沃人也是蓝色。正外不用限速，等正内才要。超凶。那个，我这边指挥车被动开火还是主要是提议说车距再拉开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要开火。前面有人太急了。实际上是被动啦，但是以前我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感觉我被开火了的被动开火，所以。被单位取消限速，前进到 T1 点。又单位取消限速，前进到 T1 点。我们这一次拦阻超收，我们要加速。坦克先帮我维持，坦克先帮我维持目前的限速度。目前后面的人都没跟上。什么？这一次拦阻回报已抵达 T1 点，要持续移动还是停下？看到了。有办法。拦阻是坦克吗？确认一下。跟错误，拦阻是工兵班。是哪一车？我们是第一车。我这边看到的第一车是坦克呢。坦克前面其实还有我们。看到了，不是你们了，先后。目前车队全部的那个间隔全部乱掉，然后中间卡了一个陆队长。确认，那所以我们来主要先暂停吗？正确，暂停，重组车队。收到。麻烦坦克用那个。先观察一下情况。好。炮手要注意警戒四周。车队的阵势蛮漂亮的，你要拍的话可以趁现在拍。好，然后那个炮手注意一下，我可能会指示你方位哈，方位角，你看一下小罗，你的罗盘下方罗盘有没有数字？有。哎、欸、啊，像现在正南方就180度，啊 ，OK， 你向右转，你看一下那个数字，目标是进入到、欸，我可能会跟你说，譬如说，对，向右转210到210度的意思这样子 ，OK， 然后那个点五零的话也会有 patch up patch down， 它现在的表定应该是300公尺，超过300公尺进入1236黑色箭头之前不限速、那300公尺以内它是直射 ，OK， 300公尺以内直射就对了，对，没错，好。这一次拦阻待命中，发生。
版主待会带头的话，时速限速60，后面各车自己抓间距，但是你们不后面各车不限速。开始，男主准备开始出发。这也是男主询问时速60到哪一个点？黑色箭头1236，黑色箭头1236过 PL1。收到过 T 收到过 PL1就开始减速，对不对？正确。超收，男主要出发。男主现在出发吗 ？Yes。OK， 确认了，男主出发了。哦，有了，马上有。城镇有的玩。话说，请说。哎，请问你现在是站在排长吗？那个，我现在已经有一点。OK， 明白。现在已经是三只。哦，你要接吗 ？OK 啊，你刚刚不是说你没有一只吧？然后那个，我想办法要到一只，不过没关系。这台车很硬，所以不用紧张，没关系的。你先拿到那个发有枪打进来的话，不要随便跳车，等我命令。我倒的话就是。刚刚要提出的指令是交火通过，还是要消灭危险？交火通过。OK， 明白，那交火通过。他说：“哦，前方有持枪平民，重复是有持枪平民在朝我们开火，开火，询问可以射击吗？”明白，还击。收，炮手开火，开火，自由开火。排下去。这一次拦阻回报，我们已经进入那个第二点了，时速20，正缓慢前进中，遭到重机枪攻击。明白。我看不到人。有兵。不用紧张。对象就是城附近还有人。自由开火，自由开火，炮手。拍的。有了，第五魔人刚经过 T 2点，在村庄遇袭。知道。这一次男主回报，发现疑似爆裂物在前方的那个路障，在前方路障 T 4点的位置，需要破障。间隔损失。一台六轮甲全阵亡，全要继续推进吗？需要破障，需要战车。这是红主，回来。跟正，这一次蓝主，我们就找到路了。从西南侧绕过去。间隔，鲁拉夫将战车正南方向 DRPG。马路上走。小心！我见你们刚刚要走的时候，你自己不明白。我要走弯喽！炮手来了，收到。他补三车。这些拦阻，请各单位绕过 T 四点 ，T 四点有 IED。这些拦阻进入城镇，正往 T 五点移动。拦阻，注意一下道路，只要是障碍物旁边有可能都 IED， 不要靠近，重复是不要靠近。第六点有大量障碍物，这边拦阻要往西侧绕过去。哎，那你们附近车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我 AI 开的都比较好。拦阻第一车回报，下一个路口左转，西南侧。这次拦阻注意一下，路口有 IED， 疑似 IED 绕过。炮手帮我看正前方，东方正东方。太短了，太短了。这次拦阻回到第七点，然后脱离道路，往第八、第九点移动。注意一下 IED， 小心 IED 哦，那个是路口 IED。
要停下吗？还是继续移动？去找，去找。收到。那要解除限速吗？还是继续保持二十？继续二十，继续二十。收到，拦阻机二十。如果你们跟上的时候，帮我们接救一下拦阻，白组的两位。这些队长刚通过我们自己的地业务。我们有两个人车辆瘫痪在 Tango 站 ，Tango 九点。OK， 那个炮手注意一下，帮我注意前方六十度角的敌人就好。超过六十度角，交给后面人处理，不要管，不要把炮塔转过去。发收。如果有威胁的话，你可以想办法。这次拦阻回报穿过 TA 点 ，TA 点有友军的车辆残骸，请注意。那边收到。就看有没有办法先把我们带到那个 TB 点。收到。039031那边。布瑞尔可以帮我引导至那个 TB 点吗？那也是后方，就看到前走，就看到。我们也没有看到 Tango Nine。这次拦阻询问那个脱离城镇了，可以加速吗？这任务提示就是最高等二十，回复红组天空奈坐标042039，十字路口。杨弟，刚刚后令有改了，现在城镇可以不用穿限速。重发，刚有下后令离开城镇不用限速。杨弟收，不加速七十。收，拦阻加速。男主体穿过 TB 点要继续移动吗？绿豆到 Tango Charlie 点坐标037027，确认了，确认。这是红柱，红柱跟上车队，没有在 Tango 奈停下。兄弟收，前方有枪声，炮手注意哦。我觉得你可能或许要用无线电跟我沟通。正南侧有一光弹攻击正南侧。马头。这一次拦阻回报穿过 Tango Charlie， 穿过 Tango Charlie。Tango Charlie 停 ，Tango Charlie 停。收到 ，Tango Charlie 停。让那个战车处理一下。炮手 reload。收到。坐下车交战，帮我们处理一下后面的。漏好跟我说，漏完了，漏完了，开火，开火！我要往前移动哦。前面，对的，看不到。还压不死。所以让你后退一点，让我车辆正西南主要大路，后车帮我看一下，主要大路，接正西南主要大路，帮我往东南侧烟雾白色烟雾处简介，确认确认，方位113，一三。左下车交战 ，OK， 下车交战，下车交战，炮手继续警戒。主要道路后方还有继续开火，继续开火，自由射击。那个左地无法看见目标。收到，你帮我把炮塔转向西南侧，西南侧有枪声。发收。那个确认西南侧大量。这是拦阻，我在跟敌军交火，非常，但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
面 BNT 1 Tank BNT 1正面。Kevin 帮我架枪在前面掩体，再给我两秒。好。OK。就是那个卡车中间有一台 BNT。那个 BTR。这是 BNT。趴下。不好意思 ，BNT。继续射击。没关系，你继续待在车上，打完再跟我说。好。这一次拦阻询问，那个战车可以再稍微往前开吗？我们这边居然也会被你们的炮尾烟打到。好，说，点我一下，我修一下脱离带。收到。蓝秋，你还活着吗？好，帮队员减伤，那个威尔可能伤比较重。就威尔。直跑 ，DK 就好。IQ 帮我到那个掩体接手，然后那个威尔天空内的人推到车子后方去做医疗。跟着那个有33吗？有33在一瓶，3148他们也有。炮手帮我警戒我们的东南侧。他说正在。Kevin 呢？哦 ，Kevin 你是炮手没事。对啊。干脆可以行动了。那时候给我们2分钟，我们就把后面的人拉回来。走。OK，Kevin， 你先帮我下车，警戒我们的西侧。现在那个西北，先帮把人带到那个油管农场那边，然后我再走。走，我们先跑出来。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搞错了，东南。东南啊。对。是啊，因为我是轻微事件，对 ，OK， 我可以合作。我留一辆完成。OK， 收到，那个我留，我需要你过来。按住留一辆，往北方。OK， 趴人，然后扫射，看得到吗？哦，被树丛挡住了。我帮你挖掩体。地图蓝圈圈点车队西北方公里数接步兵在田园里面。站起来哦！不要站起来哦！道路正前又来一辆卡车，确认到了。Kevin， 你现在有空吗？帮往北方的位置，往北方的阵地跑过来。车队北边 T 字路口，直接爬出来。帮我往北方走，然后那个掩护 Warrior。OK， 来 Joven， 换我了，需要医疗。
标是防守这个阵地，直到那个央地他们回来。什么？然后我们任务是保护人上车，保护战车。OK， 蓝组全员上车 ，Go Go Go！ 海部这里是红组，红组的话已经拿到天空台人员了，三次了，全上车。那你说，这次蓝组全员已上车，准备出发。而且回到主要道路，女仆帮我们绕过那个残骸，我怕它爆炸。这件女仆收到，那询问下一个点是往 TD 嘛？对，往 TD。OK， 收到，我们将从西北侧绕过去。等下跟着。李炫 T 五五 T 五五，第一道具移动，不在主要道路吗？对 ，T 五在主要道路，我们已经穿越它了。那个战车注意，车站的正九点钟方向，都绕过战车，机枪手回报，剩下最后一个弹夹。OK， 没问题，打光之后你就坐回原位，投标探出去就好。这一次蓝组穿过 TT 点，要继续前进吗？第五团掉，收。OK， 下车帮我往东北方向。战车他靠手还在。原阵原阵，然后那个蓝秋帮我看东南，威尔帮我看北方。哎，确认战车干掉，马上跟上。三号，三号，我们那个任务车辆轮胎受损，我们要五分钟注意一下。OK， 那个篮球员帮我注意一下，只要道路里有东西跑出来的话，跟我们说一声。不帮我们守北，任女仆守南，然后男主守北。这一次蓝组回报已占领 TD 点，正在建设还原工事。说，我占领前方高地。直接红组帮我们收一下旁边那个有没有剩余的敌人。那我们排部这边要修一下车。这次蓝组稍收。这是红组，你说附近是指？刚交战的地方大概东边。北东北边都有一些，稍微看一下。那个男主谁有铲子跟我说一声自己的名字 ？OK， Kevin. OK， 帮我到 TD 点的位置，朝我们的东方跟我们的南北方各挖一个。东方北方。哎，就十字路口上各挖。对，没错。Kevin 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挖往我的后面，往我现在屁股面对那个方向挖一个。好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那个阿 Q 帮我警戒我们的东方，然后 Kevin 帮我警戒南方。跟正跟的不是南东南方。东南方好。有军还敌军？有军还敌军？看起来是敌军，敌军，开火！战车注意一下，那个敌军北方有卡车接近。
收到，我来。Ghost 有收到吗？有。OK Kevin， 跟你讲一下，点五零弹药用光了。他收。等一下，他有一个关闭舱盖，可以让你坐回车身里面，起码头不会被打中。这个我知道。然后那个，如果身上有空间的话，重量 OK， 帮我背从车上拿把 AD Mod 掏出来。Warrior 跟 Kevin， 跟着 Warrior 那个 IQ 跟 Kevin， 帮我去车上拿一下 AD Mod 背在身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把一些弹夹丢进去。这样说实在，我觉得他已经瘫痪。不明，不好意思。先吓吓你而已。OK， 我有继续射。差不多了，我们要移动了。我们那个因为没有油车，它通讯车坏了，没有油了，所以我们要拖。对，所有人上车。我们 DC 你的加油站来。好，算了，有点远。对啊，算了，马上快移动，快结束。单车这边过去，女仆那边。走。OK， 我有把弹药丢到你的背包里面。这次拦阻已确认跟战车会合。哎，我现在可以移动了。OK， 蓝组小心交通，然后全员回车队。蓝秋上车，蓝秋。这次蓝组全员上车，准备移动。收，立刻移动。直接开出地图外嘛。对，往终点走。别上车。哎，收到，蓝组加速中，一样注意 ID。这蓝组先回报一下我们的弹车辆没有弹，蓝 Q 没有弹药。跟你说，所以我们会尽量加速通过。说 ，ID。女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那个货车现在拖那个车子，现在35级速。缺油吗？还是缺轮子？啊，缺油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继续移动它。两点五线调三。收。收。要收。
当时我也是这样。炸掉了，这炸掉了，这炸掉了。那可以晚点再讲。OK。假装没事，因为刚才那个回溯没办法，我们刚才拖车。那就去移动。不要让地。那个 IED 是压到才会爆。感应到。感应到。对，压到压，它有分两种引信，一种是感应，一种是压到。哦。啊 ，IED 因为原因，它有感应的原因是 IED 这种东西不太稳定。对吗？请东方。后面指挥车上有人吗？大概。但是他们帮我们垫后。不太稳定，是因为它的制造非常劣质，所以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。但阿玛山的话，只要就是手动引爆跟压到了啊，压到判定的话，你可能要自己去看。这次蓝组回报已脱离地图，要回去救你们吗？不用，没关系，到那边就可以了。因为刚刚我们是车子没有油，没用拖的。啊，刚刚地图又回溯了一下，车子又被戳爆了。收到，西南方有听到空中载具的声音，我不确定是否是敌视友。问题了解。OK， 全员下车。关一下引擎，单车也到终点，坐单车。你没有听到载具的声音吗？西南侧空中有直升机吗？哇 ，AK 粉，你挖出来的，你们挖出来的超高，我第一次看。蓝色 NH53 友军的 NH53。直升机靠近中，我们是陆军的，为什么是海流而来啊？可能怕骑鲁克拖不动啊。我这整年花的思想是蓝色的。对啊，我第一次看到地图外的特殊号沟。没错，他卡在车旁。没关系，宙斯会救他。这不是办法，拉上来。宙斯会救他，不用怕。秀景。Thank you.
啊，女仆任务别跑哦，我先来。哦，我要先重开一下哈，所以各位，我吓我一跳。那个兔子先不要登，你们可以有人先帮我暂代管理员吗？我要重开一下游戏。没关系，那我先。那个刚刚我们的任务是以一个车队形式扮演美国陆军，然后护送高价值。